来洛阳啊，有个地方必须要打卡，那就是洛邑古城。不仅建筑很有特色，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来此打卡。听说啊，这里面热闹非凡，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咱们要找的唱戏的高手。贵人呀，我与你商量商量啊！你们是在这儿？我们就是洛阳市戏迷群聚会呢。既然都来了，肯定个个都是卧虎藏龙，都会唱。林春参加一下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都忙了。